我是新店分校的陈志阳老师，目前主要教授的课程是 Office 的课程。好，那这边我给各位要学 Office 的同学一些建议哦。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，除了认真听课以及操作以外，回家也要多练习。那我们在练习的当中，要融入我们练习的这个题目的情境啊，或者是问题的融入问题的情境，这样子呢，可以帮助各位呢更快的学习老师所教授的技巧，以及很重要的观念。好，那祝各位呢学习顺利。